我在 PPT 当中插入一张图片，在编辑的时候怎么样放大缩小我的 PPT 可以不变形呢？常有人说啊，我这个图片要放大和缩小怎么能保证它的不变形呢？我们来看，点击一个图片，如果呢我们在左边或者是右边，你会发现 它变形了，对吧？我们把它撤销，怎么不变形呢？我们可以拖动这个四边的这个四个角，哎，它就等比例缩放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拖动四个角，四个边的角，就可以保证不变形。这个基础功能啊，非常基础了啊，大家不会的话多多研究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哎呀。